南投人草顿军工作，自己政治下位副业经费补助。六十多军旅客的两间学堂，五月份一直升学率，符合评论学堂。筹备也顺势完成的移民客家学堂的委托签章仪式，本草顿提起南北两片都专属的客家场馆，对客家文化推动会有正面的提升帮助。沙溪岛的探险设施都在停修，为学堂的启用先做好准备。因为两间学堂是开在移民苗地岛，主要目的是希望透过移民者信仰来尊重客家文化推广基地。这个学堂就是要推广、推广啊，较侪的河洛人、客人来融入这个族群啊，这个客家文化来发扬光大。也当方便，也了为环境也以后，俺个为继续来推广了个客家话，了个不管是新人或者太人，全部做得了了为好。为了本场馆做得妥善的管理使用，草顿镇工作由移民庙管理部长会签约，希望移民庙不单成为信仰中心，也做得变作彩地乡亲最好的学习场所。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周边环境的一个营造。把我们这个变成我们当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以外，那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地方哈。草顿镇公所表示，两家学堂内戏出入学五人，镇公所会积极来买，填充部分所有参加课程的乡亲，要最受伤的场馆做得住。记者李峰基南投报道。